吃饱喝足，喜迎除夕。二十九，这一大早上打扮漂亮的，全搁在快递点这儿了。我刚才跟大哥说，我说大哥，我是真的拿不动。我说我但凡能拿动，不会让你给我送上去。我说但是这个东西我又实在着急。我说你看我都过来了，你看我像是怕麻烦的人吗？然后大哥说行，我下午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。我说大哥，我跟你一起搬都行。我真的太着急了，说年货不能耽误呀。现在等车。看今天好看吧？里面穿了毛的，下面穿了个小短裙儿。哎，看。谢谢啊，大哥，慢点儿。你看处得多好，大哥说你去哪儿我烧你。就这个，我回家了。我没说要吃炸酱面，是你非要让我吃炸酱面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个静电，这都有包子，咱还吃炸酱面？哪吃呀？俺说要两种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三种馅的，这是肉块的，这个是萝卜的，这个是那个油说的的。啊？油说的的。啊，我要吃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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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玉，啊，天玉，这花也八块钱。你那咋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买菜哈，绝对是省。有米饭，哎呀妈，让你饭给他炒了。嗯，炒。你别，他不愿意吃，你别给他吃。酱油酱油炒饭，让他吃点清淡的。晚上的时候，苞米粒啥的啊。你先把脑袋擦擦去。我给你拿个勺子，这是凉粥，这是热包的。晚上炒肥肠，明天炒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我啥也不吃。不是吃点，少吃点，咱就吃的有点干的。你别等赶明天一顿呢。嗯，我就赶明天一顿。这是凉粥啊，小米和大米粥哈在一起的呀。那鱼肠也搁这里。对啊，就那么一点儿，也不值当的。老师你也吃点米饭。这汤是不是贼好？哎呦，啊，真香！这是我昨天卤肉的汤啊，贼好。用白菜冻豆腐。尝尝尝尝。啊，白菜冻豆腐。嗯。完了这个，哎，大蒜哪去了？你把大蒜给。酸菜的呢，老伴儿。酸菜的。酸菜的没溜，完了我们心里想，姑娘要吃的话，我给她现包酸菜馅的饺子也行。哇，萝卜饺子，嗯，萝卜饺子和牛肉的。哇，哎，就这一口，就这一块儿。当当，妈，你今年包子水平可以，都进了油的。那好多人没见识过油炸的。还有啊，就这油炸包子，嗯，那个胡小妹馋哭。嗯，是。哎。那天还在那个跟你老姑还说，你老姑还说呢，小妹是馋你那个包子，那个她说小小你那个炸包子，我觉得那有点油滋了，完了搁点白糖，我都给她过，是吧？嗯，你在哪弄的？你给我包子，她哭着喊着我给她参加。没事，就是长得小妈妈再给你包点啊。完了，这东西你家有没有地址？完了，其实这个其实没啥说的好吃。等到那给那个谁，那个你那勇哥和波波给他邮虾的时候，我给他邮一包这个。啥呀？他可吃不了，是吧？他吃不了，真吃不了。他俩吃素的，不是那他也吃不了，是吧？这东西，我们吃鱼都能吃。嗯。小白菜解解毒。他俩怕胖，他俩会馋，但是不敢吃。你这不是难为人啊？嗯呢。其实这不胖都没有油了。咱家还有豆包，还有黏糊勺。真整黏糊勺。今天刚烙了，没多长时间。自己整的。嗯。油整快吃吗？嗯，没有。我给你整啊！我今天给你包啊！我给你炸麻花啊！今天啊？啊，不，今天不整，等初几的。等我给你炸麻花去。过年的是吧？啊、哦。炸点麻花，我可挺想吃你炸的麻花，没吃够。但是说的我一寻你快累了，我给你炸啊。对，你初几上你婆婆家？初五吧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没事，初五行。嗯，那子瑜几点？初几过来？
回来的时候。嗯，那行，你没够吧？妈妈就拿了四个。够。我给你那里头还有这么大一包儿呢。油炸的。嗯，对啊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发给胡老妹儿，我现在。胡老妹儿。那有点馋苦了。我还得告诉他，还酥酥的呢。我喝完粥，你爸吃了一碗饭，完了我吃了一个包子，喝一碗粥。今天快递要给你打电话，你让我接啊。嗯，好。你别接，我又让我接。我估计他不太开，我现在查的中通都找不着了。好了，他给你打电话，你让我接一下。嗯，好。大哥挺好的，过去不爱搭理我，但是看我太诚恳了。我说我真不是怕麻烦，我说我真搬不动，我说我爸身体不好，我不能让我妈搬，我自己真搬不动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大哥还要说你上哪儿，我捎你一段，可好了。对啊，真诚打动人的，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。我跟你说哈，一般那些啥，你柔弱的话哈，一般都能激起别人的保护欲。我不柔弱，我当然也不能跟人干仗了。有啥说啥，那也理解人家忙。我都去取的时候，我就想着我找个拉货的给拉回来，然后呢，他没给放在那边，他给放在楼下给锁起来了。他下午给我送。嗯，主要那里头有冻货，太着急了。我给家里寄了冻货，早晚上吃炸酱面。嗯，炒那个菜。不炒菜。炒你青菜，青菜。你炒那个花样。你素是素，你不能那么素。豆泡哪素？他拿放一斤肉给我炒豆泡。嗯，豆泡。嗯啥玩意儿？我当时那你炸豆泡没炸过，好不容易排到我了。他说那你上面上面，你我气的我就放那块，我下午排久了。啊，他这么好吃。嗯，是哇，这个粥，大家粽子是好吃。妈，我搁点小米儿。你都不用费事、啊。没事。啊，豆腐直接，你给我整个酱豆腐都。嗯、哇，我好久没吃酱豆腐了。行，做个酱豆腐。那今晚上就没做。今天晚上。嗯，完了，你看咋的？你把那豆腐块，你能炸出来中间鼓溜吗？能。完了，他不能。头个眼。头个眼是一片。哎，对，我是说那意思。你现在也爱表演了。你能炸那个吗？你这瞅个眼儿，然后直接塞上。没有，咱就说真的换换花样。塞六馅完了，搁锅里头一躺，哎呀！什么叫一躺？一洗碗的哈。酿，这你做酿菜。锅炸肉。锅炸肉那是什么？那是叫酿菜啊。锅炸肉，那是切片夹肉馅儿，搁锅里头搁鸡蛋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一翻边。嗯嗯。焦黄了。你能做好吗？咱们先做啥呀？哎呀，咋也二十个菜。就别告诉他，反正走的你是知道了。就是你走的，今天走估计好。晚上他要做紫薯山药。不做了，山药我都没买。紫薯山药也行，切片。他说他不吃。嗯，哎、不是切片。真的，你吃不吃那个煎熬的？我不吃。都不吃啊。你要想吃你就吃，不是，煎熬他妈最。他从来说都想吃吧，他非得让我说我想吃。嗯，今早呢，每口呢卖煎熬60一斤。你管着人家每口。啊，每口都卖货，你晓得吧？不是啊，就是那个干挑事儿。你想吃你就买，有买那么多呢？你吃啊。嗯、那天我还问你妈了，我说你不能吃不吃煎熬，吃。啊，我说那就多买点。我说吃了吗？你说吃了才买那么多的。不能，我妈太知道我吃啥，她在这编瞎话了。看我姑娘这啃的，哎呀，要不要热热？不用，滚烫。现在是暖和来了，是吧？还是。这是肉块的，最不好吃的哈。好吃，好吃。牛肉的好吃。酸菜的没给你弄。毛葱。
哎呀，还有个毛葱。炒毛葱。嗯。还要吗？我能给你拿出来蒸的。哎呀妈呀，辣！啊！这辣根痛。啊！这是圆葱吗？毛葱，长这么大。嗯，你被骗了。没有，圆葱，这是故意挑的，在那一大盒子里挑出来的。就这种炒一次，这个炒一次多少次？好，宝贝，你又别动手啊，都拿出来，晚上炸起来。我有病啊！我动一下，我知道他用多少肉啊。去年也是29吃的炸酱面，是吗？嗯，很棒。素媛最大的，素媛是最大的单位。那个厨师长主要卖肉，卖那个什么红烧汁儿啊。难怪不得他让你别自己做椒盐，就直接买。我今天晚上想吃鸡蛋焖子。行。哎呀妈！儿子，你吃鸡蛋糕，你给他弄个猪肉，你给他搁点肉馅馅。哦，我想吃鸡蛋糕。我要会，我要你来。啥都不说。行，我会。他躲那么远，你看。你是不是犯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满肚子气都没撒出来，你不找事儿了吗？哎呀妈！把那药都给拉了下来了。小妹儿，看。穿半截袖，他做什么？外面穿了个羽绒服，你都穿半截袖啊？让我告诉你，都穿半截袖啊？那是我的懵。那儿子，你说你懵不？他就一天学那些乱七糟的。嗯，对。什么？你穿半截袖呗。嗯。你穿半截袖呗。穿半截袖呗。我说他昨天比比划划的时候，哦，嗯，裤子都提到胃，是，哎妈，都人家就说那个长裤腰的哈，因为他岁数大了，不能穿那个就是矮腰的哈。嗯，我跟你说哈，他能提他的胖子这样。真的，你这多恶心，那都能兜裆了都。他穿唐装吗？唐朝女的不都这样提着裙？哎，你爸再瘦个十多斤就好看了，挺好玩的。嗯，你觉得他塞的肉有点往下掉了？他有点，你看着你完了撒皮狗，完了那有一种狗就当了脸蛋那个。那个、特别像你爸，猫和老鼠里面的大反派。哎，对，是、啊，你转过来，完了那个狗嘴也短，妈妈给你溜溜啊，不溜了。我一看你爸代表，想起来是，哎，老叔，我现在想问你个问题啊、哦，你实话实说啊、哦，你昨天咋把那个就是人家那个锥的给整成个七？不是我一拧的，锥子整成了个钩子。啊、哦，对。就掰都掰不过去啊！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正的时候哈，儿子我费了半天劲哈，比他往下卸都快，那慢啊！完了他还掰过来了呢，掰过来他不还是歪歪吗？完了我就心里想，他怎么给整成那个钩子？啊，老孙，你使多大劲给整成钩子了？他就想嘲笑你才整的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下午上哪儿啊？瞎逛呗，儿子。嗯，就出来玩一玩，这哪怕看他们花高价买东西也挺好玩。下午不冷。嗯，下午是不冷，但是儿子，你这个穿的太少了，你穿我那个，我有个貂，你穿吧。一个长貂，黑色的。啊、嗯，我还没穿过呢。我不穿。你那个腿，你那像光腚似的，真的太冷了。真的，我看着都冷，儿子。本来那个腿就细，这叫光腿神器。你可拉倒。他
开始，我回来第二天他开始骂我了，你干什么？是啊，然后废话，他那个铁盔的带脑袋的还行。怎么那么能抬杠？还像不像理财啊？咱别赶着新鲜买吧，那你二十九所有东西都最贵一天。现在海鲜绝对不贵，因为他不敢去工作，他能卖就卖出去。嗯，套路啊！你他不像青菜，你必须得买啊。完了，像猪肉，这么出小捆酒的四十，我是九十多钱，你四十。你看我和你爸买的时候才十五，这顶顶多就。咱俩那年三十早上买两根葱花了35。哦，你们三根芹菜儿子还花23呢。那本青菜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特别贵，猪肉完了牛羊肉贵啊，现在海鲜保证是便宜的。昨天回家喝到2点。哎呀妈，得找个发小了是吧？嗯，刚回去，现在给逮着，那可不咋的，一年见不着一次，以后我早睡了，我都12点，我12点我睡，我吃两口，吃完两口粥我都睡。你没事直接绑个猪爪给啃了？没有，猪爪可能看出来，粥都看不出来。看没让你爸吃，这家三弟是，完了你只要留俩好的就行，那俩笑死了，他俩呢？闺女就靠着干活了。猪爪子不干，咱再买去，一会儿就哭好，那多大一会儿就走了。它真好吃，嗯，非常好吃，是吧？比往常的好吃哈、嗯。我越到过年的时候哈，儿子，我看这肉我就不想吃。明天下午我得早点吃，3点钟嗯，儿子，我给你告状啊、嗯，他现在对我哈，他身体越来越好了，他对我越来耐心越少了。他现在是因为说的我用不着你了，我能走能颠了，那前我走不动啊，我得靠你推着呀，所以我的说的对你好一点，现在他能跑了，他就一点耐心他都没有了、嗯、他敢冲你叫吗？哦，完了还拿出那个死羊眼瞅我。嗯，他但凡不吱声啊，就是说你他心里有愧。亏啥呀，死不悔改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没事的时候你把那窗帘打开，完了晒晒肚皮，肚子小多了，原来你瞅瞅小多了，嗯，瘦了，真瘦了。我跟你说哈，肉都没往下提，就是一个腿加肉、哦、那咱吃整个的呗，嗯，羊腿吃整个的、哦、不是、哦、就是说的都给它断骨不断肉、哦、一条腿给它糊弄。别学我直播的话术。那是不是吧，是家辉的羊腿吧？就你拿回来的腿是家辉那个吧？这个 嗯就是那家辉的是吧？是家辉给我寄的。完了就说的先烀一条腿，完了要好吃的话等子瑜回来的时候咱再烀一条腿。咱就是整条呗。嗯，佳慧说他们内蒙那边好羊生腿直接蒸。我看着了就很香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让你爸那个煮一煮也能好吃。生腿完了生腿直接蒸然后再蒜泥。哎，老孙你把那个腿整一整，整一整完了就是那个汤啊，带着汤。老孙哈、哦，你瞅你个死样子，你瞅瞅。牛肉没有牛肉啊？有牛肉。就我买的啊。嗯。不好那。妈呀，那是啥样好的？你还弄头牛来，想吃哪块赶哪块啊？那不是牛肉啊？有牛肉，牛肉你想怎么吃啊？牛肉你想干啥呀？哎呀，我一锅包不吃。哎呀妈，有的是儿子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这几种哈，还有豆包我都没给你上，连我啥都没给你弄。不是没了。还有，一大兜子，只不过就说的先让你干的羊先垫垫。好。啊。嗯。你看连我啥妈妈都没拿回来，没有地方放，咱家冰箱太小了。哇。这红烧肉。这是酱肉。哎呦。哎呀妈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哎你不走还好点。挺好啊，你怎么老妄自菲薄呢？嗯，太黑了，不应该叫。有酸菜，有豆包，有牛肉的，有大肉粒儿的，还有酸菜，还有酸菜包子呢。有，你不吃这个包子。我不信，你想你在哪的？那个要过那个回来的时候，我闺女平常的时候尬着牙吃啥呀？吃包子呗，吃包子玩呗。这个你看，我本来想好好包啊，结果你看那个肉粒太硬了，把那个面都给戳漏了。我包的时候，我看那肉都出来了呢。这个是国外的披萨，
我包子包子，这哪是包子，这不是披萨吗？不就把馅搁里头了吗？这搁点芝士好了哈。嗯。等我包完的时候想起来里头搁点芝士条儿哈，就能给拉一块儿。嗯完了，再歇会儿，咱们就出去逛着逛着。好，我爸刚才说看我直播，说你那个大火腿真那么多肉吗？你那个辣白菜是真好吃。是。然后说什么什么，明年再整冷面。你爸可心急呢，儿子啊。嗯。你没看咱那哈转圈，他想管你要，还不好意思说，咱这转圈说真好吃，我都没想吃。哦，这个意思呀啊。我回来之前我就先寄了10包，估计明天就到了。我们跟你说，他这可心急呢，我跟你讲。你什么东西真好，贵点儿行，真的贵点儿有人愿意。真的，你这辣白菜炒出名，真的贵点儿人愿意。好吃，真好吃，我跟你说哈，儿子，要我说哈，你这白菜这个好吃，那好吃。我跟你说啊，儿子，就像咱家那边，比如说吃过你的这个，他都在卖。众口难调，你看咱那里放虾酱吧。那放了虾酱增加老多钱了，但是你说不放就不好吃，放了吧有人就觉得腥，然后你说有的人就喜欢吃甜的，有的人就喜欢吃酸的，是吧、哦、嗯，但是再说你说咱们现腌的吧、嗯、没招，就是你看比如说拿回去，我自己我都知道，我刚拿回去吃那可能黏黏糊糊的哈、嗯、然后我可能隔三天再吃，里头水那白菜腌出水了吧、嗯、里头就有点水，他就会觉得啊，你里头打水了，那真没有啊！水啊倒出来搁面冷面里头啊，多好啊！真没招儿，好吧？特别是这种东西，是吧？儿子、嗯，走啦！爸、啊，你这挺帅呀、啊！摩登，摩登老爸！哎呦，摩登！弄屁股像让谁拿机关枪突突的，那你也是磨不磨的。妈，你这个睡衣裤子瞅是真舒服，真暖和、嗯，特别舒服。你这鞋是真好看，是吧？帽太大了，老往下出溜。王子瑜是让我这样，然后给我抠两个洞，我这样骑着车，我这样骑也能看见路。又该抬脚了，你看是吧？嗯什么玩意儿、啊？看有没有加特林。加特林是啥？加特林贵，老贵了。整一个什么玩意儿、啊？好，可牛了，背着秃秃，给让你背着秃秃，把霉运都秃秃走。哎呀，今年都不能给你买小鱼儿了，咱家那鱼忒多了。嗯，别买了啊，我自己那个鱼下杆。哦，咱自己繁殖不好。你谁自己繁殖？你繁殖呀？你别整的。哇，这年味儿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过年啦！真笑死了，我爸非要给我买个这个。这多少钱一个啊？要不是他给小点儿的，拿一个吧。哇！想我太姥姥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太姥姥做这个做的最好了。这么多种蛋，你让我父亲照一照，让他取点素材。儿子，看，这都是听着你们阿姨说了吗？让我闺女照一照，让她取点素材。妈，你真懂啊！哎，快，你阿姨说，儿子，你看，卤水豆腐是吗？对，卤水原味的，怪香的。我还能想着来，快蘸酱吃。哦，啊、你拎的，我拎，我就拎这一个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这赶紧分。阿姨想不想吃那个辣椒油和蒜酱搁豆绿豆芽那个吃？你昨天说的神菜，你想吃吗？我不想，那我也不想。哦，这边做的。明天还有一票。支付宝到账18元，谢谢。照照照，你阿姨说快照照，快照照，你看他多可爱。妈吃小蛋糕不 ？No。他好舒服呀。你吃烤鸭吗？我不吃。我不吃。冒热气的儿子。哦。要吗？要。要哪个？这个我想吃。要哪个？要哪种？我要酱香的还是鸡蛋的？我要鸡蛋的。鸡蛋的，来半张，来一张，来半张，半张。啊，
好。多少钱啊？来称一下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一点点也行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行行行，我忘了他们家酱香饼没有那家好吃，那边好吃。老爸，这个你可以装你包里。啊，那我们就看看烙饼吧。哎呀，不是不贵的。哎呀，真真带劲，戳进去了吧那个饼？戳进。妈，你这个字儿，瑞哥都不会打，戳见死了。妈，那个鸡，要吗？你不要，我是看它在盒子里，好安逸。上够用的。哦哦。对面不是讲究个上够吗？哎呀妈呀！我看着你就不往脚底下抄。没事儿。你估计就磕着了。磕着了。嗯呐。那就摔一个跟头，一下就磕破皮了。呼伦贝尔手把羊肉，这不加灰了吗？呼伦贝尔，呼伦贝尔大草原。冷不冷啊？不冷。不冷。你看这海鲜啊、哦，嗯，我跟你说，这里可脏哦。这头是海鲜了。对。慢，小心上面滴水。你看断飞。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哪儿滴水他从哪儿走？我不吃这玩意儿，我不吃，他俩也不吃。摆的多好看，真好看。好多鱼。这个现在贵不了。它都不贵，啥呀？火箭。嗯，不贵，这个就是这。这不就那个长耳朵的小鱼吗？对。这个叫什么？墨鱼豆。墨鱼豆。啊，这个它是挺像个豆。又吓一跳。面包蟹、大龙虾。是那个带鱼，你看他都给你整的可精了。这是我不吃鱼的源头。我小时候就吃爱吃带鱼，我爸就天天扒一大碗带鱼肉，让我天天吃带鱼肉，天天吃带鱼肉，直到最后吃的，我见着不止带鱼的，见着鱼我都远。那还惹呢？要呢。哈，这个脆吗？妈，咱原来买啥样，咱就买啥样得了。我回家得泡。妈，这是自己扒的，不好吃。咱又不着急吃，老咸了。刚才我和我妈看见一个小虾，一翻翻到大虾的那个盒里了。我妈说呀，他要越狱，他要自抬身价。过去了，真翻过去了。嗯，咱俩看着翻过去了。这有我脑袋大吧？哪有？谁家和我闺女这么点小脑袋？这真快有人脑袋大了啊！我给你们看，我妈刚跟我说给勇哥选的就是这种大个儿，她说小的虽然籽多，但是大的吃着过瘾。上海肠，麦海螺喽。我妈网不好，我妈手机没有我的快，我咔我就把钱付了，咔我就把钱付了，她让我滚出去。买八袋喽。这怎么还掉脸了吧？人家给你买的，那个、你看，你刚才握拳，你刚才握拳，他要揍我。哇，这大草莓，哇，哇，好甜啊，好甜的味儿啊。看儿子，哪个好啊？这个是香甜，这个蜜甜。这个多少钱一斤？28一斤。来这个。好。对，给我哥哥来一个。那个呢？来。等会儿。来。好大呀！哎，对，大的，超大的，真好，真大呀！就过年有大的，过完年之后。我刚才付完钱，我看到那个拳头，它就这样。我瞅着都害怕。哎呀，这有啥？啊，差多少行？咱再买。来一盒呗。我怕吃不了放坏了，咱还有箱车厘子呢。没有，先是你搁你的屋里玩呗，你就吃着玩。哎，那个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那个油还有一箱吃的哦，要不我着急呢呀。这是萝卜吗？咱包啥馅的饺子？包虾仁的。啥意思？谁和谁呀？酸菜酸菜和虾仁。
虾，咱往年不都虾仁韭菜肉吗？咱再整个酸菜肉不得了？拿我寄的酸菜包。妈，你把我吓一跳！酸菜跟虾仁。酸菜包虾仁。哇，这个地方闻着好甜呀！丑梨多少钱一斤？来三个来。你绝对没吃过这个梨，我要让你见识一下。你啊，这个。这个。好吧，妈，你绝对没吃过，你绝对爱吃。哎呀妈，你信我吧。这叫老头梨吧？这叫丑梨。好了吧？哎呀妈，它这怎么还沾包赖呢？哎、来，行了。这梨绝了，实名推荐。我今天唯一一个主动买的东西，所以你就相信我就对了。相信，相信啊。草那个糖葫芦吗？吃，要个草莓的。那边放个红的，放个红的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看那萝卜当水果还热乎呢嘛！是啊，它刚刚站出来的。哎，那个啥，我不怕难受的。那边有啥钱？这个是呗，因为在你这看。哎，咱上哪儿了？啊、哦，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。回家我让你爸给你烤点糖皮，让他把那个草莓给你蘸了。哎，你告诉子瑜啊，别买面食啊，来回给带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，还有龙呢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啥都有，千万别拿了啊、哦！来，两个辣椒，两个茄子，还记得这家吗？给你们买过，天浩，这酱饼都给我吧。酱饼，这个饼也来一点呗。不，这也行、啊。天下第一，太绝了这个饼，绝了。这个不要，不要。儿子，他这是打，他又打饼。对他们家好吃，比那边都好吃。哎呀妈呀，都整的。哎，你看好吃，人都解套了。嗯呐，刷酱了，刷酱。对，一抹酱香饼。不来了。很好吃哈。好吃，你们家饼最好吃了，全布吉市场第一好吃。刚才那个叔叔说，很多人专门来，还有人拍过。他说的该不会是我吧？是，就你。只不过说你换衣服了。那个卖拌菜那个姐原来也不认识我，后来我老去，然后那个我还在她那儿拍过东西，然后有一天突然有个人拿着我的视频去找她，她说哎呀这小丫头我认识。走喽走喽。哎呀，我跟我爸妈分开了，我让他俩先回家，我说我有事儿，然后我得出来取钱给他俩包红包啊、哦、逗死我了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小那加大连70。这个这个能放很长时间吗？这个也噼里啪啦响吗？这个也响，加克林嘛，响了。你问了两个响，就两个响，这个，其余的都不响。我来口径开瓶，来这个。这个。啊、嗯。那都拉个。给100块钱得了。那100不行。这是第一笔，这个不能开。行。你敢放吗？等一个。你不敢放，你上班上班，我就录了。好了啊，付完了。抓这个胆儿。啊啊啊！好好好，谢谢啊。这是我的加特林，我估摸我爸妈不能舍得买，但是我说了，他可能就会买。谁知道呢？他要买的话，咱就放俩，我和我妈一人一个，崩我爸。取款，背着个加特林来取钱是不太好啊。哦，我不能瞎说，这有监控。你俩买炮了吗？炮。买的什么？炮。买加特林了吗？加特林没有，到了。哎呀，就打加特林。我搞了个加特林，搞了个孔雀开屏，飞得跑啊！没有，这可以被拿着突突。这等子瑜回来放。这俩100块钱。哦。好了吧。行。对他很好奇，这可以等他来收。嗯。这孔雀开屏可以放。哎呦，哎呦。等会儿啊，给你打开啊、哦。这挺牛啊，这个。妈，你别扯坏了，这还能装垃圾呢！哎呦呵，妈，今年你俩一人点一个啊！我不敢呢，你敢？你敢？看，这个，看你个大龙。儿子，这个你点。行。
初一的时候你一定跟我去把这个放了。张，嗯，我妈敢不敢？我要说你今天放了就能发大财，你肯定点。啊，大草莓大吧，我就说草莓大吧，看跟我脸比。嗯，哇，好多，好看。我和你爸爸也刚刚进来。俺俩吐，现在不跟谁的耗子吐木闲似的，还吐回来了。哎呀，来儿子啊！咱晚上不用吃那么早吧？你饿不饿呀、啊？不饿，这有吃的。你这是有多点吃的呀？你关键说呀，你等一会儿吐。等会儿吐？嗯。那这等会儿干啥呀？你饿了？你饿了？我不用，早点吃也行。早点吃，早点吃好了。吃完了以后，你爸要管那个，那个他要列菜单啊什么的。嗯，这还赶趟儿？反正十二点之前吃多少？好吃吧？我吃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小的。哪有小的啊？哎呀，这个，这大，这大。啊？这大。拔牙我。哇。不行，牙不行。哎呀，这好吃啊！好吃，真好吃。妈，快来吃。一会儿，妈，我给他整一会儿。儿子，这两天啊，你得帮一会儿。我是红方汁吧？不是。儿子，给你拿个小盘儿。来，咱不拿手吃。妈妈摸摸手，来，妈妈摸摸手，你看冰凉冰凉，跟那个冰跟冰冰似的。摸摸摸摸，哎呦，哎呦，咋你手冰凉？那我估计比我还凉，你摸摸孩子。我手，我手是滚肉，是。你往前伸伸。哎呦，你看嘚瑟，哼，不浪了吧？怨你啊，你要的。人家吃东西贱不喽嗖，那大熊掌往前一伸一伸的，你说你嘚瑟啥？来，孩子，快吃。红彤彤的一片草莓，真好吃的对。明天估计都放假了啊。上午没事，上午也不放。嗯。想吃的话，赶紧买。够吃。哎呦我天哪，这是啥呀？这个完整啊！你不能夸，大脑瓜子小细脖，你一滴了它不会掉下来。不信了，我上手我还整不了个它。不是气啊。但我也给你那大辣椒给你炸，不能炸不好吃哈。崩，怕冒水。咱没有那个大锅，人家是大铁锅。哎呦，嗯，吃点热乎就行。我烧点热乎水啊。嗯，烫。你爸烧水的时候哈。每次烧水的时候，我都不洗得成了，但非得倒的敷腰敷腰，然后这么一开了，腾儿的就扑出来了。我说你就差那一口吗？不满。哎呀，老实哦，太脆了。不吃不吃，你吃吧。我都吃了一盒了。一会儿上面给他翻鱼片儿去，那里有鱼片儿。
吃到根儿的地方该辣开辣了。茄子，这是茄盒。看不见的帅。真香，来口。泡，什么东西？怎么刚刚硬啊？没有，这是下边的铁。啊，你给妈妈吓一跳。嘎嘎软。嗯，哎，吃点热乎的行吗？啊，吃点热乎。正吃啊。要不要妈妈再给你整点别的吃啊？不要。晚上吃炸酱面。嗯，你帮我做呢。老孙，哎，你现在炸酱呢吗？那你在那干啥呢？对，蘸豆腐啊，我已经换豆腐蘸酱啊。现在就给你切啊？不，还热乎的。嗯，现在不吃，现在没有酱。是哈。嗯。一会儿妈妈给你弄豆腐，给你烫一下啊。爸。哎。能吃素酱吗？就别搁太多肉了啊。关键说的你少搁点肉。少酱吗？但是那个肉啊，你可以给它拨一边儿。嗯，炸酱所放的肉。嗯，行。哎，我看看，我的菜花儿。菜花反正放不放？买个菜花。我听着他说了。打折。我还寻思呢，咱家也没人吃爱吃菜花，他怎么今天想买菜花了？妈的！哎。我去买豆芽，你炒合菜来着？不要，我要合菜干啥？我又不卷饼，我又不卷饼。豆芽、韭菜、豌豆。你要菜花干啥呀？我今天炒呢。你今晚上给我闺女炒菜花吃、啊。炒菜花就炒别的，炒别的菜。嗯，咱也不能管着我出去吃面条的。我就想吃面条吧。面条也得炒点菜吃。炒个毛葱，炒这个。嗯，行。炒点这个。行，肥肠不吃肥肠，不尝一个，不吃，你也来吃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今天给我做，嗯、我明天啥也不想吃了。
他今天不想吃，那你就别吵了，老孙。啊？你就给他吃面条，你赶紧做炸酱，炸酱完了，我估计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我估计要吃豆腐，想吃蘸豆腐。嗯，想吃那个酱蘸豆腐。炸鸡蘸酱？不是，就是说的他想吃你那个炸酱蘸那个豆腐吃。哦。完了还有那叫豆腐焖的，不是那叫鸡蛋什么焖的？就拿鸡蛋搁酱蒸的那个。对，那是鸡蛋酱。不是。是。是吧？这俩人你们上面放小绿辣椒蒸的那个。嗯，对，搁点辣椒，搁点鸡蛋，搁点酱。嗯。啊 是啊，那不就鸡蛋酱吗？鸡蛋焖能够焖着吗？够不够？不够，妈妈马上去买去。够。哎呀，心没有多少，能倒满吗？还真是倒完了，嗨。这给我估计拌个凉菜。我回去不吃，那我就明天去。所以我拿出来了。拿几个？我拿了几个？你这么说话，你不就跟那么像个那么烧鸡脑袋似的？看，肉。换什么馅儿？不知道你爸在炸啥？你爸在学这些哈、哦？我也不知道他学的啥玩意儿。你就让他鼓出去玩儿了，就看他跟那个厨师长能学成啥。天天我就学这个，我学那个，我学了这个学那个。你要什么样的小菜呢？好甜好甜，拔牙呀！我不吃饺子啊！我爸炒上菜了，炒上酱了，你都不告诉我，幸好我耳朵尖，我听见了。咋？你怕人偷学你手艺啊？这就炒上了，你挺快呀，豆子。我今天炒的是一块不放凉，现在我这炒菜完了，凉要你炒完菜了，你这等它不就凉了？好，好友，隔离，欢迎出镖，隔离，放对面，隔离，这泡的料汁儿，嗯，然后。这炒的干巴的。我趁他们俩在忙，我要搞我的红包了。咦，给你们看看我的小床，小鸭子，全都是小鸭子，黄澄澄的小鸭子。来啊！哎，今天准备了好些。你说我超满意这个床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能放十张，一人一个，三二一，哎，行，这给我吧，都是，其实它好使了，看，只是我左手有点不好使。然后你们再看这个，看，看着平平无奇的，是不是？龙行大运。真不错，你们还记得去年的红包吗？去年红包没把我给整死，整了四五个小时，就是那个砰一下包出来太麻烦了。所以今年我这咱好玩归好玩，再不整那些，吃个教训。这好像就是红包里面塞这个，我买的时候被骗了。它的视频是卡可以抽那么长一溜，但是呢，它上面有一行小字儿，写着以实物为准，跟视频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就是被骗了，这没啥意思。这看这个，
个先一个里面塞一张，然后那个大的里边再包，多包一些，这个就意思就完了，挺费事的。这单儿比去年好很多了，我很幸福了已经。第二的，哎呦，我得待会儿再整，我得给你们看看炸酱去。闻着酱味儿了，完了吧？不闻着了，气死我了！不吃了，你哄我呀？别哄我。人家说让你哄他，没哄你就不是说吗？我哄他干啥？那真葫芦哄他去。你看玩儿去啥？你看见了吗？我一会儿还得放鸡蛋啊。不放鸡蛋啊？干的。整点鸡蛋吧，一个鸡蛋它就哦发干了，拧住了是吧？啊，得得得，那样直接吸点好吃。吸点。儿子，嗯，那你爸切土豆丝儿啊？还赶紧挡上了，他还挡我的镜头。是，他正好让你看。你没有那个小法吧，你就赶紧喊我一下。没有金刚钻，还想揽瓷器活儿？整吧，我不捣乱了，我整好了，姐妹们。看，这是那个唰一下的，这是满意满意，重点是省事儿，又省事儿又好看。拆破地，我先做好准备，别明天这玩意儿再像去年似的再做手工。你记得去年那个手工让做了多长时间？嗯，看我买了这么一箱装饰，哎呀，这不骗子吗？他整这么大箱子，这不浪费成本呢？我知道我买的东西多，但是今年应该不怎么太用拼，反正我就要让我拍摄那个地方的墙啊不再那么白，还真是得用拼，我真服了。呀，这是送的吗？我买太多了，买好几百。妈，你看我买了个啥？这么冷冻啊，儿子？我不知道。这两米大龙，金龙。嗯。看，这什么？过年好。哎呦，扎的慌。不行，我在绷着我手机，我怕他来电话，我听不见。哎呀，过年好。哎呀妈，你站着那么多小毛茸茸啊！还得拼呢，那你傻呀？你弄些拼的，不弄些那干啥的？我这买现成的，他现在这个商家都很精，他们都不整现成的。是吗？没事儿，好整，比去年那个省事多了。去年一个字一个字粘，今年这瞅着怎么也像一个字一个字粘呢？我服了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就是这条大龙挺好。他也不用拼，他真好啊！嗯呐，搁这儿，搁你屋去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真的很漂亮！你这是搁哪儿的呀？妈，你真好少女啊！我妈，哎呀，真的好漂亮！哈哈哈哈，是不是真的好漂亮？嗯，是很漂亮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儿子太繁复了。啊，那啥，我闺女在那给家里装饰呢。怎么装饰呢？那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薅下来？薅去，这我愿意干。薅去。哎，年年买，年年做。你看我这不是自己做的吗？这照着整呢。嗯。你爸也给我撵出来，完了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干啥。你给我做手工啊？啊？你给我做手工啊？不，我进屋等电话。
一个小时之后，其实还是没有怎么变，反而越来越乱了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我的心跟这个一样，一滩乱了。看看你爹，来，你看看，这是血脉的力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吃面条吗？我也在这想啊。妈，你这个是速度。噔噔，哇，这个豆腐，爸，你这豆腐太牛了吧，破油了还。我眼看着他把那个肉都给塞底下去了。你不就吃醋？你看，全在底下塞着呢，完了菜花摆在上头，噔噔，吃炸酱面喽，看看，全是肉。累这个熊色，然后还跟非得不好好跟你说话，非得哼到你两句。啊，我跟你说哈，他这是说变相的告状，那意思说的。嗯，妈的豆腐好饿，今天晚上我啥也不吃。吃吃啊，只要你喜欢吃就行了啊。妈给你煮面条啊。这被我吃出坑了，罢了罢了，这是牛啊牛啊！妈，我快整完了。这玩意儿怎么这样呀？这个。然后这些都整完了，那些一会儿再稍微一粘。宝宝，咱先吃饭好不好？吃吧吃吧。哇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全素菜啊！你可拉倒吧你！我都看着你把肉都给塞这个菜底下去了，你。这都素菜。又多了个菜，我都没发现。看这肉丁，这叫素。溜边老抽土豆丝，没有老抽差评。快给我回一下锅，不放黑不屈的我不吃。不放什么？不放老抽。爸，这是你的名菜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个粉丝开饭店还上了这道菜。溜边老抽土豆丝。哦。来吧，搞吧。哎呦，让他躺着去吧，不管他儿子。不管他。嗯，赶紧吃啊。嗯。快吃快吃快吃。宝贝。给你黄瓜，嗯。你不怕我吗？这做不真冷是吧？哎呀，今天降气。儿子，我在那想，儿子你两双筷子为啥我一双也没有？结果这不一搭了脑袋哈，在这儿。我那单针的我用好几天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哎呦香的呀！哎呀香的呀！绝配呢，啥呀？是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吃这个面得自己扒那个蒜皮，感觉吃的香。你是不是想给我扒？想，我怕我扒完了你不愿意。为啥不愿意？哎呀，我这肉都碎了，不是。嗯，真的好吃了吧？嗯，对，你今天绝了。行了，今天晚上我啥也不吃，跟你一半饭来。嗯，这边饭。嗯。还是我应该把那麻酱和了一下，把那麻酱不行，那不能好吃。你这快，这先吃点这个麻酱面，老好吃的，你尝尝这个酱啊。嗯。老孙，我跟你说，下回你就做不出这个味儿。哎呀，我做不出这味儿，百分之百。你真够呛。啊？你真够呛，这是你史上最好吃一次。对。100%。第一了。嗯，他这豆腐绝了，凉吗？妹妹，豆腐吃凉的还是啥的？这豆腐真好吃。嗯。你看啥时候吃面条，这么耷拉脑袋一声没有？好吃。嗯，真的好吃这个。
绝了，奖励你个加特林。你这你把烟在前面整个两份儿往前面扔点上炖着它算了。这个手擀面，它其实切的时候没有多折几块儿。嗯。所以短短的啊，嗯，哎呦你看，哎呦，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一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二星期二，我早还没早啊，全早了。那我明天开始穿神，那个显体型的。儿子，你剩一口的时候告诉我，我就赶紧给你再煮啊。嗯。啊！我冒汗。面条是梗着的啊，硬的。说烧水了，没接完水我怎么刷？好嘞，烧会多少油啊？它是几斤？嗯，这豆腐啊，一颗油是飘着的，有水，底下是水。要给我，要给我，给我来。嗯嗯、跟你说，今天晚上我啥也不吃。看我都有战斗力，而且我吃了。满满，总共两根儿，我这一块也是两根儿。你不啥，嗯，八点钟歇吧，八点钟把羊腿和了。嗯，好。对，还是能做。不，嗯。我说你慢慢吃啊，辣是吧？你也不吃啊？嗯，我吃啥辣的？搁了两勺辣椒呀，我辣了。溜滑溜滑的，都挺好吃，多吃啊！新年了，你说那下面我就去了。你这你从回来你把啥拿，把海螺啥拿出来。啊，在这儿呢。我这都怎么劈的？是啊，拿回来了。那能捂死吗？能，还能捂死呢。不能吧？不
能玩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玩意儿啊，就是两个豆腐片儿，中间夹块肉，完了烙烙烙，完了在壶里一整哈，完了在这么一煎哈，完了特别好吃的那种。你饺子咬的哗啦吃，老伴儿给你，你吃了吗？我他怎么能撸出来一条？不知道。我就差点没说，先不着忙说，我先把快递整了啊。嗯嗯，那我先关了它。哦，什么？嗯嗯嗯。万一忘了这是三五年的电煤气，没事，妈妈陪着你啊。嗯嗯，表现的还行，虽然说有点恶习哈，儿子，但是说的他今天下午可能是真累了。对了，走那么老远。嗯，我走着上坡我都累够呛。他走了3、4趟。回来的时候背个兜两炮哈，儿子这边挎个就挎个家伙。完了我说我要拿哈，他不让。完了拿了炮，不是你问那草莓有一个哈，不有块豆腐吗？完了丢了。完了，我还怕那个豆腐香香的给捅漏了，在弄泡里头。我说你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不给，那你就累。我是肉上吃快递，就得把我这碗面条先吃完，不然一会儿坨了。没事，哪个凉了，儿子，你跟妈妈说，妈妈马上给你热啊。但是，哎呦妈呀！你给我直直飞下去。嗯的。我要先拆快递，要不然你烫烫脚吧。我不烫吧，刚吃饱，我别让他烫。那你就上屋里躺着会儿。不是我歇会儿，听我故事。那你就进屋去。嗯，我闺女拆快递的，她拆快递。让我看看你吧，快递。那你坐那儿。我给你看，但我不拆了。你坐那儿。我知道他想去听故事，他又想看我拆快递。你过来看孩子拆快递呀、啊！来，过来看他拆快递。我不拆了。急死了！要，我跟你说，他可欠着你了啊！别戴了，头上。我就知道。老伴来，来，趁劲来，赶紧。不能上那边去。那你快上那凳子坐着，草坪，不能吱声啊！我帮助。有，我帮助你。你躲开，你先。你怎么这么贱？你说他欠的，你再给我瞎，你真欠儿啊！你要干什么？看他那也挺好玩，你要看他急那个样，你要他烫脚了。哎呀，拿这一箱，这一箱全是冻货。来，好脚有点化。这哎呦，好重！你可以拿厨房去。拿天台去吧。哎呦，要不然你奶拿厨房去漏了，快、快！来，老妈，等等。快来试试这个套装来。前两天我让王子瑜帮我挂衣服，结果这衣服放床上，他直接给我挂起来了。然后我说：“哎，我妈的衣服你别给我挂起来啊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他说那我丈母娘的呀。”我寻思你衣服最近怎么那么复古？我底料。这是清汤的，来，你的裤子，这个是纯棉的，你穿了应该不会难受了。看，我穿上呀，好看。哎呀，真漂亮！看我胖的那个大腿，好看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哎呀，哇，妈，你这套真好看，是不是还很舒服？老软乎了，很舒服。这个状态能穿，我给你个。看中式小裙子，旗袍，像旗袍，这个我喜欢，但是是舒服的那种，舒服的那种。这也是一个嘛，来，给你试，这也是，妈，这个更舒服，这个更中式，这啥呀？就这俩还挺像的，但是又不太一样，你看。嗯，这个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领我就喜欢，是吧？是，来，很软和。我知道你不爱穿秋衣，就是不穿秋衣也很软。哇，这个好看，是吗？个花还是立体的呢。嗯。哇，这个好看，你试试那个去。等会儿，我看你现在嘚瑟嘚瑟。你没穿过这个色儿衣服，
卖四方布的呢，怎么？哎呀，我穿没穿反？这个灯是在后面，在前面。在前面吧，这个好像不分，也不分前后，想咋穿咋穿。有点瘦。瘦了。稍微有点瘦，屁股在这蹬着。你不能去。让我给你换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呢？不是啊。毛衣。毛衣啊。好，哎，真好。这个好。嗯嗯。儿子，看看。只要你喜欢啊，这个好看。看。这么搭都好看。哪有灯？感觉跟裤子搭都好看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我跟这裤子搭的好看。这是我俩走两步。他的腿肥，但是腚瘦。哎呦妈！我就给你拿了个牛仔裤，但是里头那个流水，你看，那个湿了。没事。哎呀，这不就只加绒牛仔裤？我能穿上吗？能穿。我试试啊。试试。这是海鲜吧？不是海鲜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我得穿。就是冰冰袋儿。哦，那你那你海鲜的话我就不穿了。先擦擦，稍微擦擦。这个瘦。嗯。哎呀，可以，好看，精神。啊，穿红色精神多了，嗯、是不是得劲儿哈？看，挺好看，而且这个里头带绒暖和，是啊，是吧？嗯。哎呦。来，剩下就你姑爷给你们礼盒了。这啥呀？啥都有。看看啥？来，坚果啊，坚果，下面又坚果，金盒的坚果，然后这还有这啥呀？知道你不爱吃早餐，这个没事你这吃吧。然后剩下是火锅底料，妈你可以拆那个，妈那个你拆去。咱俩这都拆箱啊！你在那暴力破坏，你的这不温柔一点就不行。一人一个。今年咱过年就用这。哎呀妈呀，你还有筷子呢，这个筷子我觉得我用不了，我夹不上来菜，滑溜，太滑了。这是元宝龙、哦、啊，这你用有点小，我用那个大鱼盘，大盘小盘全都有。嗯，这点盘子不够，咱肯定得用这个，咱们吃饺子的时候用是、嗯、来姐妹们，我的第 N 碗面条子，这些都快清盘了，反正就剩点汤，这刚才那个小油菜。哎，我刚才还喝了盆粥是吧？嗯，还喝了锅粥，非常好喝嘛，非常非常好喝。不知道为啥每次剩个底儿的时候都觉得老好喝老好喝。尝尝我的肉，这样啊，能看见碗里。即便吃好几碗了，每次一拌都感觉都不太一样。这回面条不一样，你看，这回面条是这种细、稍微细一点的机器面。
爽了，啊！你们阿姨又煮上了，最后一碗我就把这些菜汤什么的一混，哎，完事儿。我看看你的鸡根根，哎呦，妈，这些够你吃三顿。我就想把这些盘子底的菜都给划了吧。我跟我妈说煮几根根，结果我妈给我煮了小半碗。空盘麻酱、中午吃的蒜泥，我都给它大杂烩了。红花大杂烩了。这油，再来两勺的油，把这大杂烩，哇，老带劲了。你们看。这是他们两个剩的鸡蛋酱，还有蒜泥啥的都在。完全不一样的味儿。你看我这里放的啥？不知道。这几个小碗。啥玩意儿呢？你俩的鸡蛋酱。嗯。蒜泥麻酱。葱花。香菜。香菜没全放。我现在是能吃了，但是没有那么爱。底又造了一碗呢，最后一口，明天见，吃饱喝足，喜迎除夕。我服了，我在这儿和个藕粉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喝过藕粉。然后我妈说我要和酱和，没那贴嘴脸。好了，妈，应该可以逗了。你再搁点，你嚼一嚼，嚼一嚼。哎呀，他怎么？哎，酱还有点那个劲儿了 啊！再来一点啊！不行，我不能喝。绝对喝不进去。他是不是就这么黏糊？我哪知道啊！你尝尝。他跟我推过来了，我不给你们看了，这玩意儿看着确实有一点。
你把那个过滤过滤，可以沾那个门的那个当过酱红，不好喝是吧？也不是不好喝，就是没喝过，有点奇怪。坚果倒挺多，那我还不如吃它。你，我妈不爱喝这种东西，她不爱喝吧，她又贬低它，她说像鼻涕。你看我给你拿个碗，多漂亮，还可以。那你试试？不。还行，这还行，像不腻版的油炒面。那你喝吧，我给你烧水。我再把我碗拿出来。很多，阳台上还有点箱子呢。我这两天我把这些都处理了。什么东西？这些。为什么呀？那用十年了吧？哪有你刚邮回来的，也还没到那用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这个盘子哈，绝对是你忘了，就是他给我弄的稀疏，都好不容易从那那么大三箱子里头捡出来那么几个。我都好几年不用了。这真是你给我刚邮回来的，人家还没用呢，还是用十年呢。咱家的餐具哪有一个用了十年，三年都多的。你可拉倒吧，那套红色的碗用八年了吧？我这有订单记录，你看了吗？我这找呀，我非搜一下都不可。我的妈呀，我这些年买了多少餐具？看，2016年6月15号3:1524秒，哪有八年呢？马上了吗？这不，这刚刚24年，都24年，八年了吗？7年，这刚刚24年，大姐。再来一个，不来了，呼死了我了。一般人享受不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给我，哎，我的妈呀，我喝它都没有味儿了。咋想的？你们现在想想太恐怖了。什么？给我接假睫毛。我给你接一个 C 翘，12长。你给我接个头发得了吧？行啊，我跟你说，接头发、美眼唇。另外给你赠送接睫毛和美甲，给你一条龙，再让波波给你头发染个绿色。我想把这玩意染成绿。你要敢给我弄弄，就上你直播间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富二代嘛。反正你不嫌丢人，我也不磕出来了。按王祖贤的话来说，主要上帝800，自损1000。12点了，除夕呀，今天刚3十，三十不就除夕吗？哪有啊，晚上才除夕啊，今天晚上再过12点再除夕。三十不就是除夕吗？过了12点是春节，那是除夕。三十最后一天是除夕，今天是30，三十不就是除夕吗？你吸了吗？我非给你查查30是不是就是除夕？30的，你就想想29的0点，它是除夕吗？我搜一下30是不是除夕？不是，你得给我降呢。你降吗？你降吗？30大年30，嗯，是不是除夕？你看这个词条都有。咦，这顶上也写除夕啊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为什么？除夕是指农历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。对呀、啊，即最后一天的晚上，即春节前一天的晚上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说的哦。那今天晚天黑了之后就是除夕了啊？对。现在不是？对。现在是30。对。我懂了，怪不得他说不一定。是啊，要不说的不对，这个是不对。你要是说的，它是最后一天的晚上，不是早晨。如果没有大年三十，除夕就落在腊月29的晚上。你看哈，是吧？是晚上，对吧？你看我刚才说的不也是晚上吗？完了，你在那个降降完，我跟你说，能让你绕来绕去，能给我绕沟里去。他说不一定。对呀、啊，那万一有29呢？是不是？三十快乐啊！我说我要拍下来这句，我笑死了。我起来，我说我去刷牙。我妈说：“儿子，你腰疼啊？”我说：“不疼啊。”她说：“那你起来咋那么费劲？”我说：“我吃点撑。”